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ta 的 UniMate， 哦 ，UNIOMAT， 好、哦、这台，哦，那这台有这个它这个原本的这个镜头保护镜，哦，然后快门哦可动，哦，先拿来讲，哦，快门哦可动，哦，它的这个拉杆在后面，哦，快门杆在后面，哦，这样，哦，那皮革哦皮盒前后哦前面，哦，后面哦都是贴合机身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金属壳的部分，哦，大家自行看一下。哦，金属壳的这个部分，哦，上，哦，下，哦，底部，哦，也很漂亮，哦，没有什么伤，哦，看几乎都没有了，哦，可以看一下，哦，没什么。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片式，哦，底片式从这边拉开，哦，这边拉开，哦，看一下，哦，底片式的。哦，快门正常，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快门正常可动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Minota，哦，UniMate，哦，的这个，视频，谢谢。